如果两位答应的话呢，这个赔偿金呢，可以慢慢谈。真的假的？哎，有。那高先生是不是不管我们提出什么样的意见，您都会答应？那尽快吧，因为现在大家的情绪都不是很好，我希望能尽快解决。出事了，城里打起来了，朱万正找你呢。别打了，有什么问题坐下来，公司会帮大家解决的。别劝了，走开！走开！别动啊！别动啊！没事吧？哎，别打了，有人给砸伤了！别打了，别打了！是呀。是周总，真是不好意思。哎，好，行行行，那没问题，咱们等会儿见。啊，拜拜。哎哎，别动！干嘛？痒，我抠不着，不行，痒死！送走大卫了？送走了，要不然啊，他能在这儿到现到明年？是这儿吗？哎呦，行了，你别弄，这是又不是骨折，小题大哎，一会儿事故方那边来人，你可不能这么说啊！这咱能多赔点是点。公司还有一大堆烂摊子事儿，这个高山真是我的克星。哎。按照一般电视剧的套路，你俩应该是一对儿。这不可能！怎么不可能啊？高山什么眼神啊？放着我这样肤白貌美又有趣的不喜欢，看上林沃，这个闷到爆炸。哎，你不是来看病号的吗？就知道自己吃橘子，给我剥一个。你伤的是脚，又不是手，要吃橘子自己扒。而且哪有你这么中气十足的病号呀？宝贝儿，包给你的，拿好。那再好。我下午还有会啊，我先走了。晚上给你拿点衣服再过来。嗯。你照顾好他，如果他再出问题的话，我把你另外一只手也打断，知道不？不是，可是我也是病人啊。送给我的，嗯，谢谢。婷婷，哦，我姐，我手疼，啊，手疼，感觉怎么样？我问过医生了，两位都没有伤筋动骨，应该没什么大问题。什么叫没什么大问题啊？哎，你看我这手，他脚，你给他看看脚，他脑子也被砸过，哎，万一留下什么后遗症呢？我告诉你啊，你可别想耍赖啊！放心，心南承诺了，就算两位是吃了傻了，下半辈子都要住在医院，他们也一定负责到底。高总，你这是来咒我们两个的呀？我呢，代表摩天慰问二位，发生这样的事情啊，真的是非常非常可惜啊！东西拿走，这种苛待员工的万恶资本家吸血得来的东西，我们不要。心难是心难，摩天只是承接了他们的业务，两者不能混为一谈。一丘之貉。行了，这人看完了，你们可以走了吧。下午晚点呢，会有人来这里了解一下情况，我希望两位能够解释清楚。这就是一场误会而已。明白了，你是想大事化小，怕影响新南的股票发行吗？你消息还是挺灵通的，就知道你没安好心。
如果两位答应的话呢，这个赔偿金呢，可以慢慢谈。真的假的？哎，有。高先生是不是不管我们提出什么样的意见，您都会答应呢？林小姐想要什么呀？既然高先生这么热情，那我也就盛情不却了。最近我跟邓丽在整理方达的项目资料，你看我们这也受伤了，要不就麻烦你们帮我们整理吧。你放心，东西不是特别多的，是吧？哎，不多不多，没问题啊，只要林小姐愿意接受我们的歉意，这都是小菜一碟。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，我就是觉得林小姐脑袋撞了一下，突然变聪明了，我突然有点担心啊。我听说高先生是从国外回来的金牌投资顾问，不到30岁已经做了好几个漂亮的投资和收购的业绩，那像我们方达一个这么小的猎头公司的投资方案，对你来说应该是举手之劳吧？对我这么了解？有幸拜读过您的简历。你是想让高山帮你做投资方案啊？嗯，想法不错，眼光也不错，但是我们高山还挺贵的呢。我答应你。这叫小菜一碟呀、啊，这叫满汉全席吧？这都3岁了。方达呢，也就是刚成立不到3年的小公司。这资料呢也不算多，但我们沃姐可是猎场信息啊，这里头得有1/3的案子全是他贡献的，厉害吧？别急啊，还有呢。